Hello， 朋友们好，大家看一下前面那两个电线杆子之间的横幅，上面的内容是狄更斯艺术节。很多人都知道狄更斯这个名字，他是19世纪中期英国的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有《雾都孤儿》《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经过装扮的小镇将会神奇地穿越回到狄更斯时代，19世纪的英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这人。这都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装扮。狄更斯时代。这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好像不够红啊，这哥俩应该是狄更斯笔下的作品里的人物。 Are you ready for this? 1, 2, 3 Expedition Mark. You're coming. Not too short. 这位穆斯林小姐姐够勇敢的。这老边几个还真卖力气。老哥几个累了，歇会儿。这位老人家前两天我拍的圣诞游行就见过他。警察在跟他们合影。
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式打扮。大家看这种食品，这盐味卷饼，也有人管它叫德国碱水面包，是他们这儿一种传统的小吃吧。Hi, sir. This one. The bread? Yeah. $8. Yeah. 我也尝尝这个德国碱水面包。Thank you. 大家现在看看这条主街，已经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两位哈雷骑士。整累了还可以坐着吃点喝点，这还排着队限流。这是什么呀？油条豆腐脑，开个玩笑，这是卖腌制食品的。他们这里这个腌黄瓜还是挺受欢迎的，很多地方都有卖的。A frown upon my face, just left Wisconsin, where there's cheese enough to start this rat race. But thanks to the brother thighs, we don't know where we'll sleep tonight. Yeah, I'm a bird in the sky, and tomorrow when I rise, I'll wake up in Paris with a new love in my heart.
too smart, cause I'm always going. Watch, see how he blames you. Legs, they say it's friends of money. I got money.他们在一边喝啤酒一边看表演，他这个狄更斯艺术节一共要举办两天。好了，今天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欢迎朋友们留言评论，谢谢朋友们的观赏。